得到这个功德，喜欢听佛法啊，佛法就是妙香啊，就像闻得到、吃得到一样，去利益众生。那各位，请翻到第十四页《供香记》第十四页。那希望大家点香的时候都要这样发心，这才是菩提心。点香不是光供佛，点香要有对佛的菩提心，对众生的平等悲心，愿众生都成佛啊！所以来。大家一起念哦，啊，现在前面都点香了，啊，然后我们一起念，来。愿此香花云，遍满十方界，供养一切佛，尊法诸菩萨，无边佛刹中，受用作佛事，普熏诸众生，皆共证菩提。好，这个就是圆满了。今天你点这个香，愿此这个香变成花，变成云，遍满十方法界，供养所有佛，供养所有经典，供养所有菩萨僧人，各位要观想啊！学佛要从文字入观，定慧等持，那你才能够扩大。就像各位看到阳光，马上念不动如来，这个阳光就融入到非洲，融入到地狱，融入到医院，融入到屠宰场，所以希望我们点灯，各位也要这样观想，灯的功德很大，不要很自私，我眼睛漂亮，我皮肤白，以这个自私的心态点呢，功德少，因为这个灯的光，然后可以上供下施。所以要供养所有佛、所有法、所有僧，供养一切佛、一切尊法、一切菩萨。所以各位要观想，所谓一切法，那你要看到巴利文的经典、中文的经典、藏文的经典、英文的经典，而且呢，这些经典都变成一种真理，叫法。所有菩萨在家出家，一支香呢，变成香花云，遍满十方法界，供养三宝，无边佛刹中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每天都要去不一样的佛的净土去做供养，去听佛做说法，就是这一句，供养无边佛的净土，受用做佛事，那你就在那边供养佛，听闻佛法，讨论佛法，受用做佛事，一直香，你要这样观想。那除了供养所有三宝，普熏诸众生，这个香的味道马上融入到地狱道、恶鬼道，所有华人、所有印尼人、所有美国人、所有韩国人，你都要观想啊！所以各位还是要摆一个地球啊，看那个法界图啊，普熏诸众生啊！我想擦香水就是希望每个人都闻到这个味道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相信？后面有人点一根香烟，我们都会看他你在搅混，因为闻到了普熏诸众生，这才是不好的。那你点一个香，你要把这个香的味道遍满法界，除了三宝六道众生，普熏诸众生，闻到这个香念一下，皆共证菩提啊！愿他们也开发智慧，追求圆满菩提。然后念嗡啊吽啊，再念一次清净无量转化，这个转化就让他们开悟了，多闻妙法了，脱离三恶道了，嗡啊吽，这三个字很重要。这个三个字是咒语里面的咒语，普贤王如来的大根本心咒，嗡啊吽叫三字总持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。你念这个嗡啊吽，就是诸佛菩萨的身业的功德，诸佛菩萨的口业的功德，诸佛菩萨的意业功德来加持，叫嗡啊吽。那以诸佛菩萨的身口意的圆满，去加持所有众生身口意都圆满，所以每一个咒之前一定有个嗡，嗡就代表嗡啊吽，就是譬如说各位念这上面几个嗡嘛呢呗咪吽，这个嗡第一个嗡就是嗡啊吽，就是愿所有不清净的身口意，包括三恶道了，都变成佛菩萨的身口意。如何变成呢？嘛呢呗咪，嘛呢就是大慈悲啊，布施珠宝甘露给众生，满足他叫 money。悲美，悲美就是让众生有莲花不执着的智慧。哄，
哄啊，就是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像佛一样啊，因为他圆满了慈悲与智慧，就可以自利利他，最后成佛，叫哄。对，嗡嘛呢叭咪哄，就是凡夫透过慈悲与智慧，最后成佛。所以你念嗡嘛呢叭咪哄，就是让地狱道、恶鬼道、凡夫从不清净的六道，转为慈悲与智慧，最后成佛。所以你念的嗡嘛呢叭咪哄啊，就把诸佛菩萨的悲智、慈悲与智慧转化对方。就像各位一个人洗肾，两天不洗他可能会死，哦，现在有机器让他把不好的血排出来，净化变成干净的血啊，念咒就是转化。所以各位，你心情不好生病，看到别人痛苦，你为他嗡嘛呢叭咪哄，那不是说嗡嘛呢叭咪哄的，点香也是嗡嘛呢叭咪哄，供灯也是嗡嘛呢叭咪哄，念阿弥陀佛也是嗡嘛呢叭咪哄啊，只是法门有不一样，但是重点都是希望转众生凡夫的心烦恼成为菩提啊！哎，众生这么努力，愿他们的努力都可以成佛，自利利他。嗡嘛呢叭咪哄啊！所以嗡啊哄也是这个意思，让所有不清净的身口意转为佛陀的身口意，也以佛陀的身口意的加持，加持这个香变成清净无量，转化众生成为佛陀，皆共证菩提。那第二个共香记比较短，那平常你也可以背这个。来，我们念一次第二个。来，愿此香花普遍十方，供养三宝诸天护法，普熏众生同入佛智。嗡阿哄。那各位从今天开始把这一段抄再来，放在你的佛堂，因为你点香就会念，念久了你就背下来，背下来以后你就会观想，以后你只要看到别人点香你就要念，这个叫随喜哦，不是你自己点哦，乃是你从网络上，现在还有网络帮你点香的，对不对？一打开香来了，这样啊，然后你就开始观想，观想这个寄语，愿此香花引普遍十方，供养三宝诸天护法，普熏众生同入佛智。嗡啊吽，那就是一个菩提心。啊，第二个我们念一下供花第十五页，前面有花，你只要看到花，路边的花、花草树木，你就要念这个，你要转化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净土吧。所以来看到前面的花，要会观想哦，一变成无量，无量供养诸佛，那这个花变成下地狱，地狱变成净土的花的世界，恶鬼道都变成花的世界，清凉快乐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。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？以西方极乐世界为蓝图来净化五浊恶世，愿五浊恶世都变成净土，愿痛苦有情都变成佛。这个叫什么？来，成熟有情，庄严国土啊，要把世间的国土庄严成为净土，要把有情呢成为佛，所以叫利乐有情啊。整个佛教的修行就不离开这个，所以我们一起念供花记啊，这样就产生真实的功德，再把这个功德嗡啊哄回向，最后回向你的祖先。好，一起念。愿此花香云遍满十方界，供养一切佛，世间男性法及诸上善人，普熏诸众生，释放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嗡阿哄。啊，一个人本来心情不好，结果看到一朵好漂亮的莲花，哎呦，他好高兴啊！啊，所以各位，你今天说八关斋戒，等一下去买一朵花。你老婆在家里煮饭，花给你，他就高兴了。他马上年轻二十岁，掉眼泪，谈恋爱到来，到现在没送过花。为你生那么多小孩，也不跟我送花。啊，那事实上意思说，如果你用这种菩提心花，那所有众生都会被你转化，那些恨啊，那些痛苦马上不见，转为快乐，他们就会变成什么？事发菩提心。啊，看到这个花，那我也要，花代表慈悲，果代表成佛，他就发起菩提心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往生极乐世界。
所以各位，你供一朵花，你要加入这个意念，上供下施，嗡阿吽就代表实践了，清净无量，清净的花，无量无边的花。你喜欢白色的就给白色，你喜欢红色的就给红色，啊，你喜欢摆一千朵莲花就一千朵莲花，无量了。然后以这个花的功德转化对方，因为这个花也是佛陀的示现了，所以吉天菩萨每一个佛菩萨说，你要我变花我就变花，你要我变桥梁我变桥梁，你要我变水我就变水，只要能够让众生离苦，那佛菩萨是无形无相的，不执着一切的啊。哦，看到小朋友我就变成冰淇淋啊，你吃到这个冰淇淋就得到我今天八关斋戒的功德啊，叫拜改。然后供灯啊，外面点了很多灯哦，那我们也念一下来。那各位背一下，观想比实际供养重要。请记住这个，不是说你一定要，难道你在飞机上你要点一个灯吗？那飞机上就不能修行吗？那你要观想，所以万法都从你的心冒出来啊。比如说你已经点过五十盏灯了，这五十盏灯永远在你心里嘣一下就跑出来了。所以各位，业永不失，如果你把五十盏灯回向给众生，直到你成佛，这个灯的数目越来越多，因为它就会一直滋生呢、啊。就像舍一得万，纯粹的布施一块钱，那你就会变成一万十万的功德，哪一天就是小小种子会变大大的水果。所以你要把所做的供养或随喜别人的供养变成真实。所以各位，把灯放在眼睛里面，当你的眼睛看别人的时候，你所供养的，今天所随喜的，在那次1525万盏灯、啊、都在你眼睛，你的眼神看对方，对方就得到了1525万点灯的功德，这个眼睛就不会乱飘啊，啊，你的眼睛就会很端正。而且各位，你的眼睛多看佛像，多看佛经，那透过你的眼睛把看佛像看佛经的功德布施给对方，要如此。所以佛的每一个像都是在利益众生的啊，透过这个世间人是透过眼睛传达爱，传达恨，我瞪你，传达了意念。那我们修行人是透过眼神传达我们的点灯的功德，智慧的功德啊。所以呢，也要拿众生看到你的眼睛哦，发起菩提心。所以来供灯记一起念来，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，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。嗡阿吽啊！所以我们在佛前点的灯啊，这个灯呢，变成百千万亿佛像的亮光，把心头里面的贪嗔痴啊，都给它消除掉了。而且这个灯更大，愿此大智慧光啊，照破众生的无明，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无明，地狱道的无明，天道的骄傲的无明，阿修罗道的嫉妒的无明，通通给它消除了。所以呢，嗡阿吽变成菩提心灯了。好，供水，外面也有供水。我今天要带各位念，因为我们今天守八关斋戒，这种增上亿倍的功德，所以来一起念一下。来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着诸恶业，六道清凉。嗡。啊，先放那边。什么叫水有八德？这个水先放那边，如果拿起来了一供养，变成西方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。各位，佛的加持啊，佛可以把水变成八功德水，佛可以把香变成菩提香，佛可以把灯变成菩提光，净土之光。所以水一供佛，但是各位，你把你的生命供养佛好不好？那你变菩萨。不要光把你的生命供养老公啊，我怎么说？那划不来嘛啊！所以我们要把生命供养佛，供养众生啊，那你身体就发光了，这叫开悟了。所以水供养佛变八功德水，以这个八功德水供养十方法界，一切佛、一切法、一切乃至六道众生，然后供养了佛菩萨以后，这个水就可以消恶业。所以泰国人很喜欢洒水了，
热来啊，